各位下午好啊，我是九门。九哥，今儿咱做什么好吃的？今儿啊，咱做个新鲜的。没猜错的话，今儿跟豆腐有关系。一盒豆腐，俩鸡蛋，酸辣豆腐，真下饭。嚯、哦，还一套一套的。首先准备一盒北豆腐，改刀切片，这片啊不用太薄，差不多就得。碗里打俩鸡蛋，把这鸡蛋搅和匀喽。再拿个盆，搁点淀粉，点火起锅烧油。把这豆腐呀、先蘸点淀粉，再蘸点鸡蛋，下锅开炸，有点像炸鸡蛋馒头片，有点那意思。这豆腐呀，煎成焦黄就可以翻面了。嘿，煎的不错。这火呀，别太大，容易糊。两面都煎成虎皮色就可以出锅了。这锅炸完了，咱再来一锅。豆腐炸完了，咱开始准备酸辣汁，切点蒜末，再切点葱末。切完了以后，咱给它装碗里，来一勺辣椒面，您要能吃辣呀，可以多搁点。再来一勺黑芝麻，您要有白芝麻也可以搁点。都准备完了，做一锅油给它烧热，这油温啊您觉得烤手就行。油烧完了，咱给它浇料汁里，把这料啊搅和匀喽。放一勺盐，放一勺糖，生抽少许，再来点米醋，都倒完了开始搅和。搅和差不多了，往这豆腐上一浇就起锅了。嘿，地道，这豆腐看着可够下饭的，又简单是又好吃，看着可不错，回头我也试试。走着，咱回屋尝尝去。酸辣豆腐做完了啊，饿了咱开吃。这豆腐看着就解馋。嗯，外焦里嫩。嗯，好吃。味道。回头您也试试，倍儿好吃。真地道。